叫艾莎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叫塞达顿。塞达顿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北京，你呢？我来自柔佛。你的家乡在哪里？我的家乡在彭亨。我的家乡也在彭亨。你家有几个人？我家有六个人。你呢？我家有五个人。明天是星期五，你忙吗？星期五我不忙，怎么了？我想请你吃。可以啊。你几天有空呢？大概八点到十二点之间哦。好的，谢谢你会再次见到你。好的，谢谢你会再次见到你。拜拜，明天见。